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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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ke a boom boom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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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ke a boom。练得还好吗？都熟了对不对？可以。那我们今天就来验收，我会选出五个可以上台演出的选手，所以请把握，好好表现。你听到这个前奏，你就准备跟着我排队，所以别白费，发了疯，直到白天我都还不睡。叫什么？太紧张忘词了哦。对。哎，老师跟平常就是第一集上节目的时候开开心心的样子差很多，就突然变很严厉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蛮紧张。面对我应该一定会有压力，很正常啊。我应该是四个老师里面最严格的吧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我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表现，好吗？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便当来了没？不是，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吃第二餐，我早上第一餐到现在。哎呀，老师每一次真的是不管是录音还是跳舞还是什么，他所有的永远都是花比平常更多的时间。可能他原本兼职预计来三个小时，他就硬加到四个甚至五个小时，永远都是超时在陪我们一起练。就是这一夜新鲜，今夜将往事干杯，给一个机会不愉快我借题发挥，根本多余的泪水的浪费让他浪费，跟他说再见潇洒离开头也不回。快不掉的社会总有一天没休息，来到机会之后不能说再回去，放下忙碌工作思考压力，给自己担心明天生活还要继续，内心疾哭我的根本都在无心操作。找一个好朋友，一起出门挥霍，寂寞我需要来个蹦蹦。每天生活紧绷，明天不用工作，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。哇哇哇！哎哎 Cody 开快一点，我快咬不住了。